现在又来到一个红木区，但是呢，修行就是慈悲。那为了慈悲，各位要开始做很多慈悲的事。比如说，各位看看我们在那个地上，哎呀，放一个小小的烟供，里面加一点饼干，好香好香啊！他们正在做大烟供，等一下会带各位去。但是平常你没办法做到了，用一个礼佛盒，放在你看桌子下，不会干扰别人。然后好香好香，众生很欢喜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，为了慈悲，各位，你看我们在地上啊，放了很多米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过来，所以小鸟飞走了。然后那些斑鸠啊、八哥啊、小鸟啊，他们就喜欢吃啊地上的米。所以每天隔天来，我们刚刚撒了，隔天来这些米就全部没有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他们吃饱了啊。然后会放一点面包，放个面包，鸽子比较大型的动物就喜欢吃。那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乌克兰的问题，那我想关心还不如悲心啊。我想每个国家跟国家有他们过去的因缘，当然战争是痛苦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心，各位把乌克兰当作你的国家，也把俄罗斯当作你的国家，如何让两边都能够和和，这个就是佛教的空性平等啊。我们努力的发菩提心，承担众生苦，推广佛法，就是对两边和平最好的方法，大家这样来努力啊。那现在呢，带到各位带一个河边啊，这个河边最好了，我们办水陆大法会啊，就是喜欢在水边、路边、空旷处去超度所有的有情众生，特别男女亡魂啊。那现在这位菩萨，你看端了一大堆牛奶，牛奶加在烟里面啊，哎呀，不但布施了，而且产生大量的白甘露来帮助众生，太慈悲了。所以我想我们用各种的方法一起来慈悲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现在来带跟各位看大烟供啊，那我想可以找到适当的地方是一个好的因缘啊，我就可以真实的来实践慈悲。当然慈悲不是讲在嘴巴里面，慈悲要产生对众生有力量的，这叫法力。法界缘起力，就是说你对四圣法界的供养，对六凡法界的啊轮回痛苦的众生的布施跟超度，所以这个叫法力。那各位又知道呢，孤魂野鬼最喜欢食物了，来用食物来帮助他们，所以化成甘露。所以然后呢，他们传统习惯又喜欢烧一点金银子来帮助他们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这一村的村长还更慈悲啊，我们也没办法赞叹他，还要带我们去几个发生车祸的地方，死亡车祸的地方，要我们把今天的功德力带到那个地方。我想各位，你走到哪里，你车子只要经过十字路口，开在车上，你就用你的悲心洒一点水甘露，或是真正的慈悲就好了，把那个爱的力量来化解车祸的痛苦。当然了，很多传统的说法说，车祸死亡的人如果放不下，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，一直执着走不掉。那台湾人就会说啊，这个叫同样发生车祸的地方就会有车祸，叫俩高铁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真的假的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我们负责去慈悲就对了啊。慈悲无障碍，慈悲有各种方法啊。你在那边念佛持咒，经过的时候洒甘露水，把你所做的功德供养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也希望各位透过网络一起来慈悲，对整个世界，对乌克兰，大家都慈悲。然后呢，在做大烟供的时候，我借这个机会，大家融入功德，你在家里布施一点水也好，嗡啵啵点一些，一点点米也好，点一支烟露烟供香。那这边是风大的地方，我们都喜欢朝风大，旷野处农田，所以啊，你做怎么大，这个是合法的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烧金银纸，所以我们为了做烟供，都是找一些本来就在烧金银纸的地方，那地方让老百姓会认为正常啊，正常啊。事实上，我们就要给大家很多甘露食物啊，来做大布施。所以这个烟吹出去，各位要观想啊，吹遍整个法界，来以此清净烟供，跟我念：供养佛法僧三宝，嗡啊吽；供养护法善神土地龙神，嗡啊吽；供养六道众生，嗡啊吽啊吽；供养鬼神冤亲债主，嗡啊吽；供养个人身上啊各种业力造成病苦的债主。不过我讲到这个地方，有人问我问题：师父，我天天去慈悲烟供，我怎么还会生病呢？当你正在慈悲帮助众生，病是消业障啊。甚至我一次听一个老和尚说，那个居士现在发烧啊，肚子痛啊，来不了参加法会。老和尚说，因为他本来要得癌症的，因为他这样发心，虽然病在家里，消了一个癌症的重业，还好了
啊，所以各位还是信心最重要啊。生病是消业障这样而已。不过最近几天，尤其在世界各地有一点冲突战争的时候，希望各位最近吃素啊，不要杀生，同心不要吵架，这就是对世界的责任。减低各种的战争杀业，减低各种的对立。啊，所以他们传统就会来用这样子的铁笼子来烧金银子的时候，免得乱飞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到金银子，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民俗习惯，不见得要做。但是我则认为随缘。但是我们观想金银子都变成真正的黄金珠宝，嗡啊吽，众生发财，众生永离贫穷，有衣有食，嗡啊吽，怎么了？等于说我是等于说啊，嗡嘛，你别没有这样观想。然后呢，他们正在用甘露食物布施给众生。那么少我等待都上不来上不来，那么少我等待上不来上不来，那么少我等待都我那决定上不来上不来，我们那边没红，我们那边没红，我们那边没红，那么少我等待上不来上不来，那么少了我等待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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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啊，菩提心宝宝，欧洲菩提心宝宝，我昨天今天是看的报告，哇，他们欧洲合起来最近已经做了5000多场的大小烟供甘露施食，随喜功德啊，世界各地合起来10000000场，大家。融入这个大功德，嗡啊吽，你看这个烟啊，吹到法界，吹到地狱啊！各位念诵的时候要观想整个地狱啊、恶鬼城啊、啊所有的屠宰场、动物世界啊，都充满了甘露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那么少我当大家都上不来，上不来。那么说了不谈谈，说了说了不谈说。那现在我要带各位去溪边，啊，在溪的旁边啊，来带大家也要布施甘露啊。我们布施甘露是针对所有一切六道众生。啊，六道众生，水里面的众生，像这个溪水啊，有很多鱼哦，啊，有很多鱼，所以啊，就很多鱼。那我们各位可以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。以前我们都会故意买一些啊素食的饲料，那现在专门去做。然后呢，各位也就布施，然后下面去有很多无锅鱼啊，当地的鱼啊，这条溪水非常的长啊，那边我水量也。比较平，就有很多鱼，所以各位呢，不管什么地方，都是我们的慈悲道场。好，现在大家一起观想，我手上拿着啊面包食物，希望这些无形的众生可以吃，水里面的啊溺死者可以吃，水里面的各种的生命物啊动物，特别鱼，念一下吃即解脱。那一般你可以念辨识咒啊、药师咒啊、智慧流星咒、嗡姜老哥、上本的上本的罗永宝、骂骂德尔德系的、做了老后，或者你还了一个悲心，那个欧曼尼贝米红，那个阿弥陀佛都可以了啊！同享甘露，有形无形同享甘露，水陆空超度大法会。那么说，当当都上不来，上不来，不那么收罗波，当当收罗收罗波，难收收。欧曼尼贝米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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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曼尼贝米红。那各位同时，你最好有一些小面包，给它粘的细细的。那些大型的鸟啊、鸽子啊、斑鸠啊，他们就会来吃了啊。然后，隔天来看没有了，哎，你会很高兴。然后，同时我现在也要做替身多玛啊，哎呀，面包真管用啊，做替身多玛。然后呢，你啊啊啊，哎，消除你身上的啊病痛，也对身上的众生慈悲啊。所以经典说，每一个人身上至少有21000众生所以为什么放生功德大？你不是放一只鱼是放了21000的众生的生命啊，都在能够得到利益啊。嗡啊吽啊吽啊，站这边啊，嗡啊，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啊！你要观想啊，你整个肉体、生命、血、功德都布施给他们啊！特别旷野鬼神众、罗刹鬼子母，就是抓小孩子的，都布施给他们。嗡嘛呢叭咪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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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啊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那我这样讲的是，各位养成习惯，对空中的鸟我们做布施，对无形的众生我们对布施，对于水陆空的所有众生我们都布施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华人就喜欢有一点实际的工作啊，一点点食物就可以化成无量无边来帮助。一条吐司面包，哎呀，便宜得很呐 啊10块人民币啊，2块美金，在欧美地区。啊，你要买好一点的，更软啊，他们更喜欢。嗡啊吽，那么说，我上不来，上不来，我手都不能，手都手不能说。那各位你要观想哦，这些无形的吃，有形的吃，大家都快乐。啊，各位呢，你现在心中就吃了，为什么？慈悲心是我们的快乐，慈悲无障碍，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那么说，我当当都上不来，上不来，那么手都不能，手都手都不能，手都差不多哈。我们那边面红，我们那边面红，我们那边面红。然后呢，往这边，继续，他们还在
做大烟供。我说我当来都上来上班，什么说老板呢？说了说不能说，我们那边没有那样看那样看，我供养三宝，然后供养六护法善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鬼神冤亲债主及所有病苦者啊，对。冤亲债主乃至所有功德，感谢所有护持者。那么我们来这个红木区已经连续五天圆满了，今天要圆满。那感谢这么多护持者，这么多护持者，我等一下法会员我来念一遍啊，所有参加护持的专场的我都会念一遍，所有随喜的都念一遍啊。那我想我最主要我们想的是，不管你是参与者非参与者，然后我们都不断的回向就对了，找尽机会回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保持慈悲啊！但是慈悲的过程一切都是为了体证空性跟圆满我们的菩提果啊！所以各位呢，无我的空性，那你要透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那么来消除我们的悭贪、伤害的心态、嗔恚的心态、懒散的心态、散乱的心态，还有执着啊！所以加上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然后这样呢，才可以自立。然后在自利的过程，我们也不要忘了利他啊！所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为了众生禅定，想了众生如何离苦，般若开发利益众生的智慧，再加上透过各种的善巧方便，方便波罗蜜，发大愿，愿波罗蜜，产生真实的善根力量，利波罗蜜，圆满了佛陀的智慧，智波罗蜜。所以做每一件事情呢，我们都要符合六度波罗蜜。所以有一位大德讲得非常好啊，以三心行六度。啊，以六度行三心，所以拿着甘露水，买个面包、米啊，甘露食物。我刚刚把很多饼干呢捏得碎碎的啊，地上好多蚂蚁啊，很多蚂蚁，那蚂蚁也吃啊，小鸟也吃啊，用各种方法来帮助。所以我现在的讲法是，各位，我们的道场在全世界各地，下回有机会，我们一起到欧洲啊，我们一起到乌克兰啦、啊，我们一起到印度啊，我们一起到大陆各地啊，东北啊，哦，到任何地方，因为哪一个地方不是我们的道场呢？百货公司也是啊，超市也是啊，有人，有动物，哎，有地方，所以我们修行利乐有情，所有有情六道，我们都要让他利益安乐，让他离苦，让他往生净土，让他成佛，庄严国土，所有的地水火风都变成佛菩萨的净土，我们。生命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努力，所以我现在用这种方法，大家互相，世上谁最快乐？我啦，我最快乐，因为不断的在想着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我的空性，然后呢，不断的在实践各种的波罗蜜啊。所以各位大放生、点灯、供水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忏悔啊，然后关心老人。来自做各种的，所以现在要培养很多年轻人。但是各位，你在做烟供布施的时候，当你撒了各种的食物，你最好观想他们吃的好快乐啊，念个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啊，然后吹过去了，你看哦，你看到这边的烟呐、啊，啊，这样子，这个烟随着烟吹过去，事实上消除我执的时候，现在你已经不是你的肉体了。我们的所有生命化成甘露吹遍，我们的所有的生命化成风来加持，我们所有的生命化成火让它变成甘露啊！他们在撒饮料，我们整个都变成跟饮料合为一体，这个是消除我执，又产生悲心，而且呢佛力加持，这个牛奶、这个酱油、这个甘露，各样各的食物，现在他们还要撒红色的番茄汁，代表我们布施我们的血啊，布施身中血，嗡啊吽啊，抛头颅洒热血奉献，然后当然特别回向有战争、有对立、有冲突、屠宰场，来自让他们呢消除冤结，大家达到和平的目的。所以我今天就大概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，我希望天天都有机会大家一起慈悲，一起关心社会，一起承担世界的苦。我们这七天大家都很努力，就像守了大乘的八关斋戒，不吃肉，不生气，充满悲心，做任何事情，回向乌克兰，回向俄罗斯，好不好？回向整个欧洲地区啊，回向我们大陆繁荣啊，回向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随喜所有的布施者，
所以大家一起继续做功德，我们要继续努力哦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做完还要去路边，哎，我们叫公路超度了，对不对？公路超度这也是好事啊，各位，你每天都会开车啊，希望开车平安，希望受伤者恢复啊，医院任何地方有心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道场，所以我们一起回向，愿意持功德，哎，我们的功德悲心，大家吃素，最近不生气。回向了整个世界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各位，极乐国在哪里？在你的心里。现在你我大家一起用无我的悲心，我们当下就在净土。哎呀，当下就在净土，但是我们大家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别人这样做，我们当下是在一个上品的净土，心在极乐净土，爱杀众生，水陆空，到处布施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再见，祝你满愿，祝你同享功德。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有那么少的单单都是上不来上不来吗？我说了不会单单，说了说了不能说了说嘛。大爹呢？别跟你别跟你妈别跟你了，那什么跟你说啊？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。我在那是路不外双，我在那是路不外双。